戴上美丽笑容，约会晴空。王丹，到了吗？对的。老师，你可以把伴唱给我放起来。啊，不用，你自己唱对的，不用伴唱，真不用。心虚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行。来。难度孤身经不起的怂恿，心里多少总有感动。更没多少形容，怎么拥有？追天空那五彩虹，奋斗青春总会成功。在吃啥呀，菲菲？我，厦门的海鲜特别，慢一条，下飞机买了一个，好好吃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45，然后我们要出发去采风啦，先去集合，见到大家很开心。4 hours later， 你们现在到长平了，长平的天很蓝，树很绿，空气很新鲜。这是他们的基因组的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是给我们这边的病人，是我们是川大饭的。来吃，不要拍照，是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这些是飞出来的。昨天晚上我们围这么高，很多还是一个飞的。你刚刚看我干活是不是很卖力？是，我觉得这一套活下来，真的。这个姐姐说，她在这个乡村有一个米粉厂，是她把这个家留下来的。我想去尝一下这个鸡。没有没有，我都养出感情来了。都知道怎么说，辨别它好不好看了。这个姐姐说，漂不漂亮，辨别就是它毛好不好看，然后它肥不肥。好棒的，慢慢的，收获满满，拜拜。拜拜，下班就上班什么事啊？啥心情？这三天的学习，说我这次来是充满了期待，但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值，饲养鸡的感受，很新鲜，以后肯定会在戏里用到，肯定会给角色加持，比如说缅甸戏啊、农村戏啊，就知道养鸡是怎么一回事。昨天害怕吗？就是那个鸡全部从铁栏里出来的时候。是怕，就是太突然了。第一次见到鸡舍，第一次见到真实的鸡舍，但是最后喜欢。那你看到你那个表情包了吗？就是吓一跳那个。想必大家都看到了。现在要去上班的现场。你那个随身的小包里都带了啥呢？就是吃点甜的，会让你的肾上腺素很开心，然后一天到晚好心情。还有一些自身的化妆品。坐姿十连拍，开始。想着，丑吗？来了。人家怎么这么好看？我像那个遮阳。终于结束了，你想现在最想干嘛？想吃麻辣烫。这里有一个人正在点外卖，展示一下麻辣烫。累不累？这三天有一点